三军无畏，只有因剑阁之术，王且通用。两名剑帝结成义剑阵，出力英雄，加三军不管伤人，七阵破阵，勇志天光。我将路，第二破攻势，三方剑阵一车轮之中，直进直退，威力强劲不移。加三军一将，我们攻取进退敌人。两合兵为了再增数倍，无奈之后只好急投出修路，一追路。兵器高脚，四秒剑臂锐利不竭，形成已不由自主发动。我的口子轮即将失控，参见义公子。风采五族英雄，四人配剑不断，仍然行走端四剑。第四已经凶了四笔，也不管死了几枪，和刚烈的兄弟。怕吗？不，在剑阁面前蒙羞，你也不抵抗。请义公子原谅，替行。义公子，请问，你穿起剑阁，是为了问敌是吗？在后要事究竟，王蒙通用。你记得昂老剑帖，时间来到，就可进入剑阁。有什么事情，该是一并处理。在后祈求一并祈祷，再说穿。车队中各县级的炮楼，不是你，就是问题。这，昂楼剑阁名不虚传，看来无法逆转，只好再等时机了。终于毙了。迷雾飘渺，加三军来到西北神秘天险阳春分地。我一年四季就龙刀不顺从的技巧，这就是夹到对手怀中记载之处。怒气！天意，天意，天意！幻水中的神州之条再现，加三军也走过何种危险呢？当然无敌之王，银红之母孙亮魔界大军，我看魔部大殿所技能员
江南府邸。有重的湿气，有一种异样的氛围。众人注意四周，迎着开水时间中断。入我高铁，七彩庆宴，香彩汇合之刻，江南五帝关口慢慢拍开了。祖母缓缓握紧江南五帝之来，三六根。是姻缘流，是不？杨竹定力之术，引得幽默追逐，引力吃掉银红之物，你都莫该消灭金雕。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江南武帝正是灭魔之主，天命一劫欲取祖母性命，以单独分裂银红之物，有办法破解空间之局，挽回魔界败势吗？魔界天王是何能动得住世界攻势，反台进行回归，扬清魂帝之来，加三军一探真正领地，神州四条之谜究竟为何？领地原体神州大计。魔界之神替天地所带的罪又是什么？欲知结果，请勿错过我们的播的戏《霹雳神州》第二部第25集《敢雄霸道》。